你若把接到一笔生意，还不过紧去斗相共。啊？是啥物大生意？泰国的国王啊，皇后要来咱台湾访问啊。啊，迄敢若有啥关系啊？哎呦，中山堂啦，银山啊饭店要办国宴哦。哦，一顿哦，几若十块桌，伊迄乌丝帽子啊、镀金啊，拢要交予咱店的洗。恁阿爸讲吼，不管是对咱的国家，还是对咱的店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嗯，没关系。哇！来来来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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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这个敢无用，煞袂记问你。你我房先想出去吼，哈？安怎？有啥物进展？啊！你半暝两点起来做啥？落雨啊！唔紧收收的吼，莫坐半道交下人啊。啊！你半暝不爱睏，就是为着要顾这镀金咯。昨暝睏的时阵吼，我就感觉讲这湿气足重的，所以唔敢睏了上路面，想袂到真正落雨啊。啊，系啊。在啊！啊，你带你去哦，爱记个签单爱摕转来啊。好，我知。啊，注意啊！好。爸，仔，领导汤啦。哎，来，张姐来接了，来。啊，亮阳呢？啊？我搁几领衫未换，伊讲甲我斗三工啦。干嘛呢？我看哦，是你叫伊替你有嘞哦。无啦，真正是要帮我的啦。伊毋知倒位来开啦，透早五点就起来，无闲到半暝，毋捌听伊讲过一声忝嘞。毋是五点哦，是两点。我昨暗半暝两点起来时阵啊，看着伊那南雨，那踮遐收倒金，足拍拼的哦。嘿，我毋是调过伊要用师傅的舞蹈。伊拢甲我讲过啊，我是来甲你讲啊。啊，即摆生意做了真好啊，大家拢辛苦啊。啊，为着要感谢大家啊，这个月薪水吼，我会甲大家加淡薄啊。多谢头家。我是讲哦，咱可能欠一个这乌山的师傅啊。你看，我应该敬上，啊？这，啊，我你衫捂了是袂歹，也毋过迄毋是原因。我会甲你省啊，迄是因为你哦有责任感。你也知影，这做代志啊，若是讲有责任的人啊，伊做起来哦，伊会想较足远的，爱足认真、足拍拼落去做。